图见中国，昂首阔步这十年。深圳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际版医院评审标准。国际标准2021版将推进大湾区医疗同质化和跨境医疗服务规则衔接。医院国产标准融入国际意味着什么？是卫健医院评审评价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在线解读。晚上好，这里是深圳卫视和医深圳客户端联合播出的全媒体时政观察节目晚间报道。在老百姓眼中，三甲是医院的金字招牌，因为三级甲等是国内医院评审标准的最高级别，直接的冲突。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